接的。相机没拿出来。合作舞台的感觉，兴奋感，非常开心啊，当然开心是我荣幸，然后我就非常喜欢九一他们的音乐，然后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合唱一首歌，然后又来小巨蛋一起合唱，非常开心。这是新的合作吗？嘿，新的歌，新的歌，新的歌，新的专辑，因为新的专辑新的歌，啊，我还没有做定曲，嗯。阿妈吉大哥，如果你今天演唱会唱得开心，会不会未来自己想办一场？唔知呢，应该也想呗吧，嘿，想呗。好，你们大哥，你们跟九一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？阿那识晒哦，啊，迄个春风都升温迄个一期 app 嘛。然后我伫内底就讲啊，请恁食饭啊，我嘛正介恁的音乐啊，伊就讲好啊，伊就舞台中就拼起来，啊，咱就做阵食中道，食了就开始做朋友，然后尾伊嘛来美国佚佗，我嘛带伊出去，踅街一下，嗯。浩基大哥跟九一都是用台语沟通吗？嘿。Yeah， 嘿啊。那我喊春风拢讲台语。那你们这次妈祖有没有什么爆点？爆点，然后都应该是讲，有美国回来，阮表弟林志远有美国回来，然后准备要烫衫给大家人看，对不？对，对，对，对。所以没错，那大家准备好，那我们有真的很大的爆点。哎呦，去到尾拢烫巴体啊，就拢烫巴烫衫了，哎呀。好，所以大家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。就哦，我们就是一起表演的、啊，对。你今天穿的也蛮性感的，今天会热舞一段吗？哇，我看热舞没有了，热舞没有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变下去啊，太可惜了啦。不会，好玩，很好玩。嗯。OK， 谢谢。